black magic. You work your voodoo on me. Black magic. 当千万网红第一次溜冰，东方所演的什么？小华，你会吗？要不要我教你？小看我，是不是有早就会吗？你确定吗？唱日出，唱日落，咋这么难呢？小七，要不要我帮你？不用，还挺倔强。完了，你就疯了，去图卡去，失败了，把我出场。这位小姐，有没有荣幸让你教我滑冰呢？算你会说话。和男朋友去滑冰。小七呢？姐，你来了。帮我想给女朋友一个惊喜。哦，小七，你想不想近距离和她互动啊？什么互动？我看你很期待。你别笑，我还以为。以为什么？白高兴，这时从此音出演。就是你，去吧。然后工作人员教他和虎鲸互动，慢慢找的就是。还有惊喜。你喜欢这个惊喜吗？嘿嘿，先别着急表扬。万小七，一个高冷成熟的女人，幼稚。小七来握手。无聊。他好可爱啊！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小七，你行不行啊？点头。摇头。亲亲哥哥，哥哥我来了，再亲一口，烦死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为我的发中女友准备了一场水下作战，我以为他们感动哭泣开心，但没想到哇、啊、哎呦我的妈，打的一手都不一样。小七，你这是小七了，你不怕吗？姐的场子I would love to thank you all for standing by my side and support. Believing what I got and telling my God a voice. I hope I'm reaching for you all and keeping you close. I wish your dreams come true and you never fall. 你可以，难不倒我，我不信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太久没碰，我也忘了。我信你个，钻都没钻起来，就要上。小七，你能行吗？试试看。这次要二十打点。见过双人版的玉罗双修吗？微笑灿烂，看见不是你的都不可怜。家人们不知不觉，我已经尝试了这这么多新鲜玩意，你们说还有什么是我不会的呢？又想完了，可是你从来都没碰过滑板吧？这都难倒观众来吗？你好，这可以借我玩一下吗？我土的社交牛逼症，我试试应该可以吧？没确定吗？你小心点啊，别摔了。还是挺险。别笑，让我起来就行。小哥都忍不住笑了，然后小哥就对我进行了手把手教学。终于，我成功了。你为什么要哭呢？什么才叫漂亮？要多有趣才算有趣？你就来这一趟，我要你热烈而又自在地活着。